娘娘，您没事吧？放心吧，都是些皮肉之苦，不碍事儿。可昨天还是娘娘的第一次，您的落花红也没来得及拿过来。不妨事，咱们偷偷去拿一下便好。小静，皇上昨日可以回宫？回娘娘不曾回宫。什么？贱女人，还敢跟我抢男人？陪了他三年，还要靠迷药才能留住他，可他竟然……你去找皇上请安，就说……是娘娘。姐姐，昨夜过得可好？小槐，我们走。走？陈夕阳，宫门这么厚，你能去哪儿？温姨，我自问从小待你不薄，为何如此背叛我？背叛？是你背叛了陛下。当年皇上最落魄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还不是在别人的床上？就你这种女人，就该自缢谢罪，还有脸活着恶心皇上？闭嘴！我的事轮不到你多嘴。你以前不过是本宫的一个丫鬟，要说下贱，你才是其中之罪。姐姐，你留下玉玺也无用，妹妹求求你，看在以往我们的情分上，就交给皇上吧。姨，要不要看太医？皇上，你别打姐姐，我没事。我刚刚只是情绪有些激动，毕竟我以前也只是个丫鬟。陈夕阳，我没想到事到如今，你居然还是如此屡教不改。我现在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一言是朕亲自册封的皇后，而你只是一个在后宫之中苟延残喘的前朝废后。对不起姐姐，我不是故意和你抢陛下的，只是太医说我有了陛下的孩子，所以才奏上来。